取出外框，再取出这个螺母，放一边，我们放一边，然后我们先拿出0.9，装上这个，然后我们可以不染，不铅了，不铅距离是3公分，4公分到3公分，然后。再铺一个涂覆层，铺完之后我们用酒精清洁，然后我们可以使用切割刀，10、13，切到13。要把这个刀合上，然后往里推，打开，好，切好的光线是这样子的，好，使用完成，放一边，然后我们快接，把这个打开，然后我们把0.9推进这个小孔。顶到头，微微拱起，然后把这个黄色锁向上推，好，这关键就锁死了，拉不出来，把这盖子合上，然后再装上，然后再把外框装上。对好这个八字斜扣，要把它向上推，好，可以了。然后我们拆下来步骤是这样子的：圆圆头，戴好帽子，抓好外框向下顶，听到响声，这外框就可以拿出来了。然后我们先把这个。拆下来，然后把这个锁往里推，好，这个0.9就出来了，可以了。